同性恋现在目前在精神医学界非常肯定的是一个正常人，就是说我们在很多的地方都可以走出自己的强项，来让世界看到。不管能否走到终站，但是我们在这条路上，我们讲我们该讲的话，做我们该做的事情。台湾人就是自由人，只要我当总统的一天，我会努力让我的国民没有一个人必须为他们的认同而道歉。人民平等权之一直有为，有关机关应于本解释公布之日起两年内本解释一纸完成相关法律。送女儿最后一程，林奕涵父亲掩面痛哭，难掩伤痛。才女作家林奕涵亲身过世，她的丈夫虽然先。支持性别平等。支持性别平等，公投两好三坏，公投两好三坏，支持性别平等。748号解释施行法草案修正通过。应自本解释公布之日起施其效力。我们2300万人要让全世界都为我们的团结而感动。Thank you.